接过一下。哪边？里边啊？哪个？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啊？里边？这儿。就这里的。对，这个。18、19号楼啊？14号楼啊？是那个单元。前面没看着厨房这儿有人不在家，后面开始不得开始关那人吧。凌云梯就来了，回家楼，回家楼又整了。那是回家楼的几个，红面来了仨，回家楼剩下的是回家楼的。这不就这玻璃碎了的呗？啊，三桶。老哪？老回家楼呀？那是他们的。嗯。
家让我问了，嗯，他说可能是不是缺东西，是吧？补得回来吗？够呛，那时间太长了，是吧？打小还行，先这么着吧。哎，我跟你二大爷，你二大爷说要行，我就给他拿走了，他给弄死完了。嗯。这边司机说话吗？走了。